寇世勋父子喊同框，38岁寇家瑞高大帅气，宝宝已两岁仍没定婚期。近日，老戏骨寇世勋与儿子寇家瑞一起出席活动，为共同参与的剧集《你好，我是谁》做宣传，父子俩罕见同框。寇世勋穿着一身黑色衣服，打扮休闲，已经67岁的他，头发浓密，身材挺拔，十分老当益壮。38岁的寇家瑞穿着灰色西装，造型很是有型有款。遗传了爸爸好基因的他，长得高大帅气，外形很是出众。事实上，他已出道多年，前几年还来过内地发展，主演了新版《小娘惹》。虽然剧集当时有一定的热度，但也没让他一炮而红，工作量依旧不多。3月份，寇家瑞接受采访时透露，自己已经当爸了，女友于前年7月诞下一个女儿。他透露与女友还没定婚期，并感叹疫情打乱了很多计划。寇家瑞的女儿虽然已经两岁了，但他跟女友仍没有登记结婚。他与现任女友交往7年都没有结婚的打算，即便女儿出生后，他仍说要再磨合一下。不过，他强调不是不想结婚，只是时机未到。